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蹦蹦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这是常识》。如今，高血压已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一重要因素，其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被称为“头号杀手”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自身的血压情况，但是去医院测量费时费力，所以许多人选择购买血压计在家测量。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，在家测量的血压与在医院测量的总是不大一样，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？可能是因为做错了以下四点：一、血压计的选择。现在大小药店里都会有血压计，种类也是五花八门，有上臂式、腕带式、电子和水银等。传统的血压计为水银上臂式，这种血压计操作比较复杂，但结果准确，需要一定的知识才能操作。电子式血压计准确度也很高，不过上臂式比腕带式受到的影响也会相对小一点，所以在购买时可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，还要通过临床验证的，这样结果才会准确。同时，袖带选择也要注意，尽量选择与自己匹配的袖带，以免造成影响。二、测量时间。血压测量的时间也很重要，一般测量血压最好的时间是早上和晚上，可测量2到3遍，测量间隔在1分钟以上，并记录测量数值。三、测量姿势。这是影响测量不准确的又一大因素。正确的测量步骤，首先要注意膀胱的排空，然后要在椅子上休息5分钟，使血压趋于稳定，以便接下来的测量。测量时，将需要测量的胳膊放在桌子上，保持袖带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，双腿放松落地，不要出现翘二郎腿等影响测量结果的情况。四、测量频次。没有高血压的正常人，每年至少要测量一次。以上是测量血压需要注意的四种事项。高血压不是一件小事情，日常的监控很重要，所以在家测量的结果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。但是由于仪器不准确，测量时间不正确，姿势和频次不正确，导致高血压监控不到位、不重视，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心血管疾病，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自己测量时要注意以上四点，及时发现，及时治疗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感谢关注，这是常识，了解更多常识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